你伺候朕与皇后那么多年，你认为皇后是一个恶人吗？皇上，皇后娘娘虽是六宫之主，也是寻常女子，一样有爱恨情仇，喜怒哀乐。朕还记得，朕去皇后那一日，皇后和朕说过，愿用富察氏的百年荣光，伴随朕的左右，为朕生儿育女，做一个贤良妻室。皇上当心。 可朕与皇后的孩子，一个个失去，只剩下景色。如今景色也要远嫁了，这十数年的姻缘，难道只剩下猜忌，还有怨恨吗？皇上伤心，过于忧思。您情深意重，一直陪着皇后娘娘，也要当心龙体呀。皇上。 皇上，皇后娘娘，不是了。皇后娘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你说过。 要跟女儿出嫁的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你怎么就扔下我们走了呢？ 我们哪儿来的主心骨啊？纯贵妃切莫哭泣，这儿一团伤心，还等着您发号施令才好办事啊。皇后娘娘，骤然崩逝，咱们虽然不是在宫里，但是一切都要办得体体面面的。是，一切听从纯贵妃安排。 一切都打点起来了吗？是。船队和工人尽皆缟素，纯贵妃也上了清阙房料理丧仪。她到秦境，你陪陪朕吧。 Oh, my God.